Hello, everybody. My name is Kai Won. 今天我来开箱一个新的玩具，就是我们的Kensington 鬼机球滑鼠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。呼呼，这个就是无限的鬼机球。Thank you, Kensington, the professional's choice. 盒子里面有附一个小小的碗垫啊，还有两颗 AA 电池，还有一本说明书。装个电池来看看。这个 USB 接收器超级小，就跟罗技的差不多。这个是罗技的接收器，然后这个是Kensington 的接收器，根本几乎一模一样啊，就是都很小啊，你就随便乱插玩玩看。哇塞，竟然可行耶。所以我现在把滑鼠接到我的手机萤幕，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个。哇，太瞎了。等等，这个鬼机球除了用 USB 接收器之外，它还可以用蓝牙耶，所以我根本不用接收器，我就可以直接连线我的手机耶。这个碗垫看起来像假皮，但就软软的一个软垫，那它装起来就应该大概会像这样。怎么装不上去？哦，它装起来它有两个洞，它有两个卡榫。OK， 装上去大概长这样，所以你滑鼠用的时候大概长这样，左键右键滚轮，哇！OK， 所以鬼机球买之前我是用这个罗技的 MX Master 2S 滑鼠，但是它最近有点故障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来玩玩看。那我还会再做一个 full review，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开箱，分享一下这个很好玩的鬼机球。那当然喜欢我的影片按个赞，订阅我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Okay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